新桥有分母桥甲文桥，是新民出巡的交通工具。伫个鹿港镇，就伫个做新桥40多年的师傅，每一座新桥拢是用插空做笋的方法，无用到半支钉仔，刻工是非常有路。咱做伙来欣赏这个新桥。老师傅拿着雕刻刀伫个插顶面刻来刻去。经过师傅的脚手雕刻了后，原本一块看起来无虾米的木材，变作一块非常水的雕花。头家嘛表示，即马差不多只剩鹿港有咧做新桥啊，而且新桥全部拢是用手工落去做，遵照着传统的工艺，拢无使用着钉啊。啊，做桥啊，也是传统的手工啊。另外嘛是用手工做的啦，为头到尾，吼、哦，用阮这算做新棉类的啦，啊，就是爱跟个弄十空做顺的，吼、哦，照古早做。甲三基的艺术品无同的是，这边的新桥唔那是爱水，佮爱会砍的海。咱鹿港是属于较宗教类吼，就是爱捐出去，爱用个爱热心，爱油，爱耐用，啊较粗俗，甲三基较无同，因属于较工艺类。较欣赏，因只能看不能摸。在即马讲究效率的时代，手工的物件是愈来愈少啊。也毋过嘛，因为安尼，才会当显示出手工的珍贵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，鹿港采访报道。